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早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冰鱼。没错，我们又回到七日杀战争之王模组的世界啦，欢迎跟我们在这僵尸末日生存吧。那今天是第十四天，也就是血月当天哦。那早上我们会白天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游戏内时间差不多是11点，中午12点，所以我们利用时间解个任务。然后晚上赶回去守血月，那血月的手法基本上跟之前是一样的，没有太大的变动，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然后好，其他我们就边走边聊 ，Go！ 没带有个东西啊，没有，哎，那我那个真的不见了，我极限炮塔是真的不见了。然后啊，我决定就是我要把任务。都标记留下来，要不然我觉得我那个任务点都解一样就很无聊，所以现在解过任务可能都地图上稍稍打一个叉之类的，这样接到同样的任务就可以直接放弃掉了。靠，这样都炮兵，你们怎么出来的？这边有窑硝酸跟油矿，这里这是什么？公共游泳池。其实我应该要多敲这个，对不对？这可以拿粘土。我操！就标准泳池的那种盥洗室之类的。哦，医药柜，哎呦，碎碎碎，这个好，医疗包也赚。嗯、啊，这是售票口之类的吗？
呦，四级的，我还是六级的，还比较好哎。这配置，这自制地图的配置怎么会这么神奇啊？这都是木头，进不去耶，再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进去。红色眼睛好像代表另外一种流感。给他自己破门吧。脏脏的东西嘞，来了。第一下手扭伤，第二下脚，第一下脚扭伤，第二下手扭伤，哎，那只攻击力这么强哦，这个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木头、哦，这个东西比我自己去砍木头快多了，好不好？下。这个 CD 我是不是不能使子弹？欸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现在想到，我现在还没开那个聊天室。因为其实我在玩的时候，我是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的那种玩家，尽可能把子弹省下来的那种。然后我每次都觉得奇怪，这个模组我是不是不能这样子搞？
是哦。那我一直在想说，我是不是不要神子弹比较好？反正其实以我现在玩的模式，其实子弹很多，所以好像没有必要死磕。这么多蘑菇长在这里啊，是告诉我这里废弃很久的事情关系吗？都长蘑菇了这样子。那种声音值在哪里啊？应该是我要剩下的敌人在哪里？不是声音值，是剩下的敌人在哪里？靠！刚好子弹从两脚之间穿过。讲讲好的，没等到，太近，太近，反而我会打不到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按错。大量木头回收、欸，哎，棒棒！还有锅子，我刚从这里出来的吗？它是炸弹。哎，这走完了，还有哪里？这个我拿了。
到的僵尸吗？水里没有僵尸啊！奇怪了，那是哪里啊？哎，水哦。这个我是不是没进去啊？那应该在这里。哦，收音台没办法，声音破进来。也不知道这种天花板那种灯能不能做哎、欸，这种灯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做，就那灯好漂亮，我想做那种灯。哎、欸，奇怪了。哦，还有天空，还有地下室。不是有地下室，还有二楼哎、欸。哦，那这不错哎、欸。需要喝东西了。啊，一直要死个一点。少，还以为会多一点的，就这样这么少一点。等一下啦，居然还在吃哦、喔。欸，其实这里这样看起来蛮适合守血月的。房子很坚固。这边。道间，假的，哇，神秘流体空间。水哦，直接开耶，没有上锁的枪柜。先拿走，怕被人敲到。哎呦，碎碎碎碎碎，直接25个那个赞、欸。差点忘记了，我双管猎枪哦。这个拆一拆好了，太多了。拿板就是拿来拆的。
才这么久。快点！哇，我没有想到我一个不要打到他。有没有想到我一个那个？我没有想到我一个游泳池，公共游泳池就要打这么久。哇，这公共泳池怎么这么大？不是，这真的是一个二级任务该有的大小吗？天哪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觉得我来不及了。跑到另外一个房子的下面呢，好酷哦！糟糕，我完蛋了，我来不及了。吓死我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完蛋喽，来不及喽！哎呦哎呦呦，好
怕不然骑进去哦，那骑进去问题会很大哦。Go go go go！ 啊！炮枪，炮枪！不行，武器耐久值有限，追求一发一支。不是，不能我追求一发一支，结果你给我来这种东西啊！觉得啦，这个我就不要客气了，好不好？在跑，还跑日猛跑的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僵尸啊？为什么会有那种跑日猛跑的啦？烦哦，莫名其妙。
蛋壳。小手枪坏掉喽！打到我！吃个饭，不要吵了！哦，靠！还有东西可以吃啊？掉到陷阱，掉洞里面的。哎，一下也爽哦。骑车哎，一下也爽的那种哎。我刚才认真的找有没有武器可以处理他们。哎呦，不错，防疫的意识不错哦，戴口罩很好。哎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早上新闻？应该是昨天的，就是我们的零确诊又破功啦。说是来自纽西兰的飞机机师啊，靠！靠腰。哎，能用近战就用近战吧。
个枪坏掉啦，我最好留一把枪，留一点枪来打等等。就这小子就先用手靠呗。各种特殊感染者来啦！哇，重击！这是直接重击击倒我哎！重击弄击到欸，天啊，狗狗，哇，这样掉下去了，太好特殊感染这种东西哦。我没有枪，我没有枪，我上面没有其他枪。哎哎，你那个，这款枪，这一把枪是怎样？都刹不住脚的，是不是？都掉下去欸，没有刹车系统，他们真的是有够糟糕的。退！
瓢嘞，打一下就掉下去的那种嘞，机车的。撑过去了，现在就是缓慢的消除这些东西。超重甲欸，这一只。要其他我可以进去跟他玩，跟他打没关系，但那只不行，那只太危险了。有钢斧欸，哎呦！啊，好像因为这次有人在我前面爆炸。
当啊，双刀流，嚣张是不是？哇，飞好远。哦，结束了，各位，有没有平安活过了一天呢？哇，这次血月很顺利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、哦，要求啊！来来来，哦，现在被炸的还蛮惨的。重点是有一只爆炸了，有一只爆炸比较麻烦。爆炸就比较麻烦了，没办法，历来都是如此。哦，好像在这里快坏嘞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，感谢。shit， 好像在。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、啊。那接下来，对不起哦，才要是接下来的七连杀系列啊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，就是每天维持一天一开这样子，也就是游戏内的一天一开。对，就是不会像现在说啊，每次你看到就是一天全新的一天，而是我会挑，我会就是平常关台之后我会自己玩。那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在正常开台时间就会开，那大家就可以看，就可以看到，开台过程，然后有很大的差异这样子，对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啦。那我也要尽可能就是每次开台就让它有一个明确一点的主题，因为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开台主题很不明确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战后初步啊，战后初步不就不耽误大家时间啦。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。按错，换新键盘再按错。OK， 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，不妨到 Twitch、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追随。想看更多不同的影片，可以点旁边的小框框哦。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编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